这是一个开了3年零里的老板告诉我的这个黄皮乳酸菌的绝密配方，来今天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准备一个雪克杯，加入新鲜黄皮90克，加入一片香水柠檬，加入少许的一个老冰块，进行爆锤出汁。这个配方呢，突出的是黄皮的整体的鲜感，酸性不要太强，锤到每个爆汁出浆，然后加入冰糖糖浆20毫升左右，甜度的话你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，加入乳酸菌10毫升到15毫升，你们也可以用养乐多也没有关系，把纯净水加到200毫升，把老冰块补到500克度线，盖上盖子，雪克摇匀。因为这种做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，没有那么复杂。将摇好的倒入出品杯中。好，这样一杯黄皮柠檬乳酸菌就做好了，也可以叫它黄皮乳。